看向私信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生命线尾端分叉，注意老年病，平时作息时间要调理好，尽量不要熬夜。智慧线浅，优柔寡断，遇事犹豫不决，难下决定，容易坐失良机，或者怀疑自己的人生，经常会苦恼愁闷，爱钻牛角尖，导致事业不顺。感情线受杂文干扰，婚姻不太如意，如果自己经营不好婚姻的话，容易离婚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